你讲伊晓得对啊？无唔对，大老毛敢那会遐欺负良家妇女？啊，不过得到报应，即卖已经袂。你创啥？你创啥？你怪你命啊！吕大是你人拍的，我管你什么吕大？你讲吕正龙把我叫拍，我是同伙用兵。你竟敢下马害死我！我若无拍你哦，我就对不起同伙。你爱我，对你讲啥的？三十年前你也安尼啊，我最少会当体谅你，因为安怎讲，人是自私的，会有私心嘛。啊，毋过煞落来，这三十年来，我卡袂着就走去看一路。你看到我，你心内是安怎想的？你啥物感想？你敢一点仔拢袂同情？还是讲你拢无想讲，有一天万一我若知影真相，会安怎？我敢若想着讲哦，你知影真相，结果你拢唔讲啊！唔免心内迄口气，着硬大只，我永远拢吞袂落去。讲实在，我即马除了甲你放互袂记以外，我真正无法度面对你啊！就算讲当年我因为你，我甲丁仔离婚，你嘛是认为我是一个无情无义。只要你代志处理无好势，我就会甲你安怎，甚至我会甲一龙跋落去，这件代志算伫你头壳顶啊！想要讲我伫你的心目中，我是一个这么阿爸的人才。三哥，我拜托你了，只要你莫跟我离婚，你爱我安怎，我拢会用得做，好不？唉，我真正无法度，我无法度啊！我若是搁有你机会，我会感觉我愈亏欠丁啊，我愈对不起我死去的伊龙。啊，若是离婚啊，就当作是我救你，你给我一个人啊，清静啊过日子。我知影，那安尼我离开就好啊。假使以后倒一天，你感觉我会当回来，你都甲人生还是正眼讲一声，我会永远以恁太太的身份等你。啥嘞？你的钱路我无甲你切互当，所以你赶快有钱去用。去啦。我以后一定会努力个，你敢知影为着啥物？我阁有两个真大个秘密，这任何倒一条若是鼻孔哦，我唔那是会和三好离婚，我阁会和伊对杀呢。我若受了，我就出家遐个呢。哎呦，到底啥物秘密？恁严重到家己红色会对杀家己牵手啊？王太太，啊，你敢要讲出来哦？大家参详看卖，看什么办法拢会当解决啦。你是想要听八卦啦？无啦，我是真心想要甲你斗三工的呢。国家安怎讲哦？你嘛算是我的老主顾啊，哦，我嘛将你当作是我的朋友啊。你把我当作朋友？无你那是不是咯？
我就用我上个珍惜的神圣戒指，我来求助。我真正是真心哦，想要跟你斗相共吼。啊，卡叔讲哦，我讲白贼哦，恁就罚我，罚这卡手指哦，永远离开我吼。你要讲出来哦，一条大秘密哦，我若讲出来，我会死。另外一条秘密哦，我若讲出来，会让人碎尸万段。你感觉我应该要讲多一条？哎呦，真正这么恐怖！我本来抓准哦，一个小男婴已经消失了，想袂到前一阵啊，伊规张好好出现伫我的面头前，搁甲三号，还搁有保证姐两个人不离也有交情，啊，时不时找一挂麻烦给我。我真正都唔知影要安怎才好啊！你敢有想过啊？其实咯，这坦白哦，是上解好的方式咧。啊，规日代志哦，拢已经经过这么久啊嘛哦。你讲的迄个小男婴，即马活了好好啊。啊，虽然讲啦，你的红仔哦，可能足万分呀。要唔过，总是哦，比予伊安尼家己来发现哦，会较安全嘛，对不？不可能。我无迄个本钱头，我无嫌啦。我曾经，我一开始的时阵，我确实是真自私。我惊讲，我家己的利益，啊，搁有阮正燕的利益，会予别人抢走。啊，不过后来我发现，唔单是安尼，因为我敢若看到三号甲保证姐讲话，我拢会吃醋。啊，我看到三号对迄个假的王一龙好。我就想讲，三号会无爱对阮母仔囝。虽然讲，迄三号伊常常骂我，啊，不过我三不五时看伊对我咧笑一下，也是讲伊表现出迄种惹我无烦迄种表情吼，我就会看伊足久足久的。哎呀，不怪人讲啊。迄查某人哦，唔管是几岁啦，迄心内底永远哦住着一个小女孩。王太太，你即马哦，迄表情哦，都亲像是安尼啦。因为我伫咧三号的身躯边，我会当卖大汉啊。啊，虽然讲我讲话真直，常常去得罪别人，啊，不过三号伊真紧就会当原谅我。啊，甚至伊知影我的缺点，就是爱跟人冤家。伊就会找适当的时机，去安排修理护理家迄种场面来给我发挥。伊把我的缺点都变作优点，让大家人拢足喜欢我。啊，不过即摆，所有人拢讨厌我。哦，安尼听起来哦，你的感情哦，真正是足好的，莫怪了，莫怪你安尼哦，放袂落心啦。我是足惊，我会失去这个家，所以我甘愿违背我的良心，过一天算一天。只要会当就伫个因的身躯边，就算爱我死，我嘛会甲正燕甲三号保护好，袂让伊有任何的小过错。对啦，你讲的这款心情哦，我会当体会啦。假使讲有人哦，甲我威胁讲哦，唔是我死哦，就是要提我哦，永驻的性命。我同款哦，为了伊安全，我会改变。哦，我想每一个人哦，拢是哦，家己想要用性命去保护的。徐明峰，你甲这人咧勾勾甜啊？哦，伊是比黄山虎较好看啦。也唔过你是要饲人狗嘛，爱饲一只较有体力、较少年的。这只哈林老了，你开钱开到够价值啦！你莫干会晓伫遐甲我口舌啦！你甲这款人两辈话间，无怪迄个方文玲会甲你离婚啦！我甲你警告，你莫来了阮正院咯！你无看到迄个王一龙的身世鼻孔，假的王一龙，和三号差一点仔抓去台呢！可是你哪里还着三号？三号手段遐尼啊凶，
以后会有什么结果？小天雷啊，你都莫怪我无甲你警告来讲。你讲伊是小天雷啊？无唔对，大流氓，敢那会遐欺负良家妇女？啊，不过得到报应，即卖已经袂晓。你创啥？你创啥？你怪你命啊！雷当是你人拍的，我管你什么雷当？雷公刘正，我都叫拍了。我是同我永别，你竟敢喊阿姨害臊我！我若无拍你哦，我就对不起同我。汤包，你是来日本餐厅吃药吧？吃无饱的，规身躯拢无力了。讲什么吃药吧？你是在喊命哦？你抓许明凤这只肥羊，不是要吃药吧？我看你玉文林遐嘛乖袂少钱，今麦这只搁较肥，搁较好吃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肥羊啊？哎呦，歹势哦，看起我讲唔对话呢。我煞想到你一个汤八菜，改名叫做汤日新，是一个大骗子，拢是织田健司咧甲你暗谋，开钱啊，你得有方文里的信任。织田建设一通啊，探你这眼，你不理我嘴啊？许明凤，人呆看面就知啦，你唔知伊真正身份哦。我听同学讲过，伊就是一个变神啊，佮假扮警察，佮同学斗三工修理金老板，佮假做家己是心理咨商师，讲甚物接受严院长的心脏移植，佮方文林佮郭小军拍个电龙蛇。原来是安尼哦，同学的客户嘛是一个骗子哦，甲同学同款啊。今日我才做我的细汉呢，其实是替王三河做尿白啊。恁白阿囝是刚一收的鸟屎啊！你讲什么鸟屎啊？你这是大鸟屎啊！出门将人拆下来无，将人搞个！你我请问你这位大将哈？啊！你拄只呛迄个萧天雷讲，你是同好的永伯，敢真实？这当然是真实的啊！啊，虽然讲了，我无去办过什么哦，正式领养的证书啦。也毋过，阮两个人哦，相依为命哦，甲亲爸仔囝无啥物无共啊。但这小囝哦，是我头一个哦，想要去救护的囡仔呢，嘛改变我哦，浓有点的个性啊。啊。那安尼，伊敢有讲过，伊要找伊的亲生爸母，还是讲当咧找亲生爸母的代志啊？伊是无讲过啦，也毋过我嘛无敢问啊。哎呀，你嘛知影，阮查甫人哦，袂去讲这种什么情啊、爱的这种代志啦。我即马敢若想到有人害囝呢哦，凄惨落魄，我就只怨我家己啦。就你想讲哦，是不是我以前啊，失业代志做伤济哦，才保养在同学身躯顶。